据了解，危险等级五颗星的逃犯猪猪公主已经逃窜到海岛某地，请广大海岛居民注意安全。兄弟们，都给我精神点，一个苍蝇都不要放过去。大师兄，来车了。停车，检查，停车。我去，发现海岛逃犯，危险等级五颗星，皮蛋追击。收到。举起手来，现在正式宣布你被捕了。你可以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话会成为呈堂证供。气嘴。警方成功捕获危险等级五颗星的逃犯猪猪公主，现正在押解途中，后续请关注大师兄桌游了解更多后续报道。搞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